跟住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咧又請咗呢位我哋表演嘅第三隊嘅組合啦，佢哋係嚟自台灣，名字叫做紅豆，俾啲掌聲，紅豆。來自台灣的紅豆，好了，那請兩位劉寶跟我們先聊聊天啊。那麼我想我都要轉一轉 channel 講講國語，我把兩位站起來一點，這樣大家可以跟你拍張照。首先請問問兩位，是不是第一次來香港來表演呢？对吗？对，是第一次來香港。对，有什么感觉？表演很特别，而且很大，这样就刚有大开眼界。请问在台湾有没有好像这样子的动漫电幻奖的活动呢？有，
可是比较少会有像这样子的风吹舞。那我知道了，在台湾呢，鸟尾是很红的红人来的，因为就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动漫的公司都找两位做这个代言人的。我想问，到底为什么有什么魅力要找两位做这个代言人？其实是蛮困难的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，因为我们就是会很积极的参加一些比赛的活动，那因为有参加比赛，有一些公开的场合，那场合就比较容易找我们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也是，我觉得我们跟普通的 poster 差不多，只是多了一些机会这样子。谢谢。咁咧就頭先咧我就問到，其實咧佢哋喺台灣就非常之爆紅嘅，因為咧好多台灣嘅漫畫公司都會揾兩位咧特登咧做代言人嘅，咁我就問佢哋，咦點解咁犀利咧？咁佢就話其實咧兩位都好即係好 humble 啊，好謙卑咁話就話，其實因為由於咧佢哋即係喺表演嘅機會比較多啦，咁啊接觸到即係其他人嘅機會比較多啦，就於是咧就俾人哋咧就好容易睇中咗，就發掘咗佢哋咧就做代言人啦。咁我想問下兩位啦，嚟緊下一個嘅 cosplay 嘅角色有啲即係乜嘢嘅選擇，或者有冇諗定下一個將會扮啲乜嘢咧？聽唔聽得明啊？聽明啊嘛？我想問就是，有沒有想過下一個 cosplay 嘅角色想做什麼呢？我是想要出《進擊的巨人》裡面的李威兵長。哇，那个反应也挺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喜欢他，就是那种，在杀巨人的时候那种很厉害的感觉，然后对部下又很温柔，对，我很喜欢这样的角色。對殺敵人嗰時咧就好兇狠，但係對自己嘅部下咧又好温柔，所以就好想做呢個角色啦。OK， 多一次俾熱烈嘅掌聲，多謝台灣嘅紅豆，謝謝。